餐厅老板，知道啲嘢咁样。咁你对于呢个女仔印象？佢系，我记得佢系电脑比较厉害嘅，即系电脑方面嘅知识。你讲大话？吓？我都未讲，介绍完，我都未介绍完。讲埋先啦，介绍紧啊。咁呢度就係當時嘅地圖啦，咁你哋可以參考呢個地圖咧，哇，就推斷翻佢嘅屍體，試下有多幾張喺邊？喂，等陣先，試下 WhatsApp 張圖過嚟，係點睇啊？好，咁你想擺埋上 OBS 啊？係啊，梁少，會擺會擺，我真係哭撚咗，仲有啲微操作去曬邊啊？要嘅時候冇嘅喎，大家，我係管理員。我係管理員嚟嘅，係管理員。我唔知道你哋講嗰梁少係邊個。冇錯冇錯，你如果句句窒住曬，佢係管理員嚟嘅。係咯，我係管理員嚟嘅。OK， 咁啊，呢個就係佢哋睇到嘅事。哎屌，咩擺出嚟？你有冇數多咗？我兩聲咗啦，咁犀利！冇，你不如攞呢張擺喺鏡頭面前算啦。好出去啦，羅少，畫程式啊，少手足畫啊，呢個管理員真係識唔識啊？真係真呢個鏡頭啊，屌你！你又自轉個鏡頭，管理員，唉，黑尼薩，你選擇公開定唔公開咧？公開。無常，睇一睇啦。睇咩嚟？快啲開！哇！唔係講真，好似留一留好啲。即係你自己 keep 住，你俾佢 keep 住，你自己 keep 住啦。幾有趣，講真。有機會 ban 過，未 ban 過。好，你又要 ban？ 斯文男人。所以我頭先盡量都唔打。唉，頭家好啊！啊，好。蒙秋雪，你而家得翻頭家嘅啫，頭痛啊！其餘三個咧只可以揀我頭痛啊！蒙秋雪噶啦，你頭痛，哇！你頭痛，死火啦！我今次俾佢掌控住呢個蒙秋雪嘅，哇！好撚大鑊啊！少少恐怖喎，屌！好，蒙上，你決定公唔公開呢個線索？公開。公開嘅呢個係邊個嘅線索？普羅唔係手機，俾我睇睇先。好哇！俾我睇睇先。我又開始有少少哇嗰個感覺。哇！米仔啊，真係 bang bang！ 哇 ！OK， 公開。好，好啲啊！死啦！呢個 OK， 呢個嚴重啲啊，好大喎。普羅米修斯而家冇得揀啦。斯文男人決定公開。好頭痛啊！米修斯嘅線索啦，呢個就係一張松木醫院嘅工作證，上面就寫住研究員。呢個係屬於真係有啊！你嘅真正身份係一個研究生啊！我真正身份係一位研究生。研究生。頭痛啊！頭痛啊！有古怪啊！松木醫院嘅員工證啊，研究員嘅員工證。好羅米修斯。請解釋。開始飲嘢喎。開始飲嘢啦，米修斯開始。開始嚟嘢啦，米修斯。普羅米修斯話完全唔喺嗰度搞過嘢噶。嚟啊，米修斯。作為院長。院長。你亦都有張研究生嘅證。你研究生嚟喎。哦。鄧麗欣屋企嘅照片。咁啊，鄧麗欣。
Step 點解你有 Step 啫？你照片點解？係最近影噶。最近影，但係佢張相係十年前喎。十年前啦，我話十年前影啊。十年前死，肯定係講死者之後，死咗之後。死之後咯，死咗之後，我突然間記得有呢個人。唔係啊！睇完新聞就記得，誒、欸、原來鄧愛欣呢個人我之前揾過嘅。合理喎、啊，咁你影咗出嚟做咩啊？諗住睇下佢咩事啫嘛。你本身都中意睇咗論壇嗰件事先。去睇影相，唔係十年之前，即係影嗰時已經係佢走咗好多年㗎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唔合理喎、啊。我知道點解普羅米修斯佢要將所有矛頭指向，因為佢有一個咧，我隱藏咗嘅，我都有一個，我唔能夠公開嘅喺我手上，啊、所以我有一樣好關鍵嘅證據。所以我只能夠我只能夠講係是普羅米修斯，不是是無常。我一路以來所有的證據都是指著普羅米修斯，我覺得拿這個來講的，沒得拿來講，不過沒得拿來講，所以沒得拿來講的。我想問認真普羅米修斯，大家聽我講先。我有一樣可以不斷將矛頭指向 我要自爆了，其實我有一樣要自爆，但是因為我現在為了 找個兇手出來我為了找個兇手出來，因為呢、我是知道呢、當年我有醫院，唔係，即係頭先嗰段片入邊咧，嘢嗰個人咧係遮住一隻眼嘅，佢應該就冇一隻眼嘅。咁啱當年嗰、那個我哋醫院有個清潔工咧係冇一隻眼嘅，而無常就係嗰個醫院嘅清潔工。點解你有兩隻眼嘅？講真，我到呢一刻我都唔知道我係冇咗一隻眼。哇！咁到底你系冇咗一只眼噶？我系双目系健全嘅，佢唔系真系完全系冇提过，系冇咗一只眼，我只能够讲系唔系真事啊嘛？会唔会系呃啊又？哇！唔系喎，讲真大话咧，佢可能讲大话噶嘛？求其攞个线索讲话，佢冇咗只眼都得噶。哇！佢喺度讲紧大话。認真，我由頭到尾，我一路所有證據都係指向普羅米修斯。其實咧，我每都隱瞞唔到自己的身份。係，其實我就係佢男朋友。我一直隱瞞自己的身份，其實係想潛入你哋度，想查呢單案件，到底我女朋友點死？即係蒙偷出嚟。書原來 is a boy。嚇？嚇？嚇？原來有棍小妹。U 竟然是個 boy。U 竟然是个 boy， 好冷血啊！我净系知道奈恩系俾人老强嘅，因为有一件事我系亲眼目击住。老强佢嗰个就系我，就系佢。你啊？哦 ，the fuck！ 点解自己自爆咗嘅？突然间又咁都要爆佢啦，系啦。但系感觉上老强呢啲资讯已经冇乜用。佢強，但係咧，因為佢呢度寫咧係突然而來嘅衝動做嘅，跟住頭先我睇翻院長嘅片段咧，佢整強力催情藥，跟住我就知點解啦。佢落咗，就係催你情，落咗整啲愛之。我估佢本身想落鄧愛欣度，跟住落錯咗落我度，即係佢自己想要。係，即係你飲咗杯嘢。我懷疑是咁，唔係佢自己想俾份愛欣飲嘅杯嘢，可能就俾我飲咗。唔係就係第一次你帶佢去整電腦嗰次啊？唔係去咗幾次噶啦。咁所以即係你強姦咗佢幾次啊？飲話咩？係多數係血液傳染嘅。咩啊？咁我強姦啦，係咯，老強咗一定有啊，老強咗一定有啊。佢想管理員，我管理員，我管理員死開啦，死開啦，鬼知阿媽女人啊，屌，聽到吐啊，就落藥咪就係老強啦，唔得落藥就即刻有愛滋咩？我飲咗口水咩愛滋咩？屌你，傻鳩嚟啊！冷靜啲，冷靜啲，冷靜啲。所以係跟住我走嘅時候就撞到佢阿哥啦，佢阿哥就係上嚟碎屍。咁會唔會係？同埋我啱啱醒起啦，我呢度抹咗嘢咧。孟秋雪佢全程不斷咁樣提白衣死神，想教和俾白衣死神。佢係係咁講白衣死神嘅。佢係咪教和俾白衣死神？自殺謎團已經解開，殺人分屍。冇錯。會唔會就係殺人兄弟？
其實越解釋啊，俾人質疑啊。冇啊，我覺得佢哋諗到我幾安慰咯，因為佢哋太蠢。嗯，好啦。誒，因為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都要形式上投票嘅，大家投一指一指，覺得邊個殺死鄧愛欣？唔怪得啦。好，三二一。黐撚線，真係啊！邊個分屍嘅咧？三二一，呢個啊！我正想問邊個分屍咯。喂喂，破案之鬼啦，輕鬆啊！哇，其實我想講，好啊，真係你搞我鄧愛欣要咁做啊！唔關事啊！你收唔收愧啊？咁所以佢到底搞一個無辜少女俾你無理，係啊你啊，變雞，有愛知，呢樣嘢，你仲燒得落？但你十年你系点生存噶？成个死嗰个，你咪人渣！屌你！我梗系屌你！长嘅系啦，证据点解你要隐藏无上嘅证据？佢隐藏，我弱智啫。屌你！屌你！懒性啦！懒性！我想问咧，你最后讲出嚟咧，你话杀同埋分尸系两个人啫，其实讲嘅到啊，最大个弊病就系你知唔知你衰咩？你我對角色到啊太淺啊！你遲到啊！我覺得我需要多啲時間去深入了解呢個角色。你知唔知？總之到你每次拍攝都遲到啊！係啊，第一差係呢個，第二差係呢個第二。呢個都係遲到啊！好啊！知唔知咩有個輸啊？遲一兩個，遲一兩個。誒，兩個都遲到啊！估唔到保。我哋約八點啊，十點先開始得喎。知唔知點解十點先開始啊？就因為佢兩個啊，有人九點半先到啊。